Herzlich willkommen. Welcome to National Kaohsiung Fir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第一科大开创第一所创业型大学。群卓越创新为校训的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创立于民国84年，前身为国立高雄技术学院，不仅是大高雄地区的第一所科技大学，也是国内第一所理论与实务兼具的创业型大学。本校规划有 First Tech 创业1234架构蓝图，以培育学生具备创新的特质及拥有热忱投入分享的创业家精神为愿景，并透过创新创业教育及创新创业育成两大主轴，在既有的教学与研究成果基础上面，来整合环境、资讯与资源三大创新创业元素，达成理论与实务结合、创新创业人才培育、创新环境的一个形塑，以及呢提升研究发展成果为目标。在创业环境的形塑上面，本校设有产学合作总中心以及创业型大学推动办公室，并且呢对于学生，我们成立的卓越创新社的学生社团，希望给予学生一个最完备的创新创业的一个环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仍然有创业的学程，并且定期举办创业龙门阵，让老师学生有一个固定交流的一个平台。另外，对于学生的提案，从创新创业五部曲的方面，以及我们形塑一个创业学员，让学生可以进驻在学校的创业学员，让师生的技术跟概念能逐步落实，希望学校转型为第一所创业型大学，来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达到技专校院的设校目标。科大目前设有五大学院、15系、27个研究所，学生人数约7500名，专任教师约260位，专任教师博士比例高达96%，为全国最顶尖的科技大学。工学院课程强调理论与实务合一，科技与人文素养并重。课程规划严谨，整合资源，推动跨系所学程，并有实验实习室50余间，另有实习工厂，培养学生实作能力，以培育理论基础与后职实务经验，并契合产业需求的高科技工程人才。工学院的实验室设备完善，而且非常先进。课程内容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老师鼓励学生们创新思考，并经由实务去做研究与发明。我想我会继续朝工业设计来发展，我希望以后可以成为一流的工业设计师。以光电、资通讯、电子工程为主的电机资讯学院，特色在于强化跨系所整合，并且注重学生实作技能，考取专业证照，至业界实习等全方位发展，以培育高科技工程的产业精英和研发实务技术的专业人才。超酷的 3D 手势辨识系统和氢能锂铁混合电力环保实验车，都是我们电子学院最具代表性的研发成果哦。管理学院的学制层级完整而连贯，并且契合产业发展的需求，课程设计弹性活泼，同时鼓励学生考取专业证照。此外，为了与国际接轨，部分课程采全英语授课，推动实习计划与暑期校外实习，以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未来的就业发展涵盖物流管理、国际运筹管理、资讯业及广告业等领域。
我曾经在台湾微软实习，担任 Xbox 360 Promoter 的工作，在跨国大企业的职场上实际工作，让我得到很大的收获。第一科大的财经学院是国内第一所财务金融的专业学院，强调财经专业证照教学。为了与国际接轨，部分课程采全英语授课，并且设有产业咨询委员会，提供系所课程规划咨询，目标在于金融、风险管理、财务管理、会计资讯研究领域中，培养具有领导能力与专业素养的财务金融人才。走进金控教学中心，宛如走进股市交易所，可以看到即时新闻、盘上交易以及各类股五分钟即时盘价，让同学真实演练实际交易各种状况，让我们能顺利将理论与实务结合。以外语、商业管理、电子商务三合一学程，提供多元而完整的专业外语知识与技能培训，建置资讯化、数位化的外语教学与学习环境。同步口译教室是比较独特的设施，训练学生在国际会议场合上能因应多国语言同步口译的能力。另外，为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专业管理知识的外语人才，学院还提供交换学生计划、海外姐妹学校修课，以体验当地文化。另外，文化教室也是让学生使用外语联谊的地点。我希望以后能够进入外文出版社，然后进行笔译的工作。本校并积极推动产学合作，与产业界、政府部门、学校等114个单位签订策略联盟，有效整合产官学资源。占地75公顷的广大校园，崭新的学校建筑坐落在树林与绿地之间，校园处处是美景。校区内人车分道及步行专区规划，营造安全无污染的环保绿色校园。位于高雄市楠仔区的第一科大，紧邻中山高速公路，距离左营高铁站车程约15分钟，邻近的捷运青浦站及都会公园站每15到20分钟就有一班公车行驶到本校，交通十分便捷。大学桥是横跨高速公路连接东西校区的桥梁，而东校区是教学行政区，西校区是运动休憩区。学校提供了免费的爱心铁马，让我们在校园里骑乘。学校还有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服务，一根手指头马上与世界连接。以电脑按键为题材设计而成的资讯乐园，是我最喜欢的校园公共艺术。图资馆是我很常去的地方，环境舒适，资料丰富，设备也很完善。它不止科技化，也非常人性化。鼓励学生参与社团，校内设有多项体育运动设施，同时推动全校性的体育活动，培育学生从课外活动中学习独立思考，增进领导及团队能力。社团活动是大学多彩多姿生活的泉源，与国际知名大学缔结姐妹校，进行交换师生、双联学制等国际交流计划，
让学生可以一圆出国留学梦想。第一科大营造校园创业风气，培养学生具有创新创业思维及技能，提升你的就业竞争力，打造你的新未来。